新地旗下住宅租赁品牌 Town Place 本社主打新世代和旅居香港的客户群，旗下全新租赁物业 Town Place Soho 开始招租，项目位于中半山坚道18号，提供293伙，实用面积介乎286至1092方尺，主打开放式以及一房户型，预计今年3月入伙。发展商早前开放服务式住宅示范单位，28楼 A 室属于570方尺的三房户，选用国际品牌 Stella Works 的家私，单位内摆放多项深木式的家私，配合偏好简约高雅风格的住客。大厅外连露台，可以饱览全中环及维港景致。设计师将其中一间房改造工作间，以配合新世代的工作模式。另一个示范单位位于28楼 E 室，为460方尺向东南两房户，大厅外望历史悠久的动植物公园。值得留意，所有单位都是以开放式厨房设计，浴室采用酒店式设计，备有花洒以及浴室专用蓝牙扬声器等。单位亦备有不少的贴心设备，例如鞋柜，收纳空间充裕，另备有电子保险箱、嵌入式无线充电座等等。发展商亦开发专属手机应用程式，透过应用程式，住客可控制大门的电子门锁，亦可随时随地控制室内的电器，例如灯光、冷气机开关等等。住户亦可透过应用程式预约 Town Place 旗下两个物业的共享空间及家居服务。 Town Place Soho 被沦为天主教教区中心以及加洛萨圣心学校，前往兰桂坊只需3至5分钟步程，亦邻近本港艺术地标大馆。住客可以透过中半山自动扶手电梯直达中环商业区及港铁站等。